Just let me fall to my groove. Yeah， 秘密房门。只是我忘记红色那个 A0000 是怎么出现的。我也有忘记他的出场方式。然后那个 start 那个 A 杀小的。OK， 然后摇手电筒。我要买，我要买。大概一直摇跟飞。好爽啊，这个好用。这怎么摇？哦。不用开，不用浪费电。先摇一波啊。哎，是什么东西？哦，没东西，好吧。Nice。现在不是说有些柜子是不能躲吗？然后就很机车。那我看这种就可以躲了、啊，有些柜子那也是中侧，哎、欸，它没有动画、欸，其实是蛮恐怖的，这个也蛮恐怖。而且我觉得这个是低配版《斗罗神拳》，这是好像在致敬什么东西，我也忘了。就那个啊，那个什么，我忘记什么恐怖游戏，反正是个鸡蛋壳。我觉得要躲。要是一般的斗士有这个摇手电筒的话，那就无敌了，这样完全不用怕黑。你打你玩完这个、啊，你要赢啊，他你就可以把这个带出去。你听到吗？没有。啊，这个有限制时间吗？你吧，你先出来吧，因为我记得，如果你待太久的话，好像就是假如说，如果你真的会被踢出来的话，你再压线出来，你下一次进去的话，我觉得你还是会被踢出来，是很快，没有钱。都这么安全的吗？躲吧，你左边。我觉得这疑心病会不会太严重？感觉我们两个是疑心病发作。因为我们两个根本不知道那个 A0000 是怎么出现的，因为它出现好像是没有什么预警的。出来吧。有听到我刚的声音？没有。耳光。靠腰。还我记得他有 combo。哦，像这个只有一个柜子的房间就没戏唱，我跟你讲，躲吧，只要先躲就对了。哎、欸，房间有两个柜子，先躲再说好不好？先躲，哇，我疑心病太重了，不行，赶紧捞，哎，走，躲，我靠你，就这样无聊过了好几扇门，直接捷径的那种终点。来了，听到，哇、哦，吼，超大声，终于，哦，我终于看清楚它长什么蠢样，好吧？我没有遇到白色跟红色，啊、那个白红色白色的也差不多啊。那个红色 staff 的那个杂讯我没有看到，然后红色的好像就站在原地，对，红色就站在动。把它打到你的狗腿。看那个零食要什么时候才会出现？我现在耐心慢慢被耗损。他等下出现去吸你，然后把你灵魂抽取出来，让你就爽一波，这样吸爆你。该死啊，都不要听了。杂讯讲到没了，对，这是如此的偷懒这样。再来了，我靠！嗨，你好，我是不是来早了？是。哎，你要去哪？你要去哪？喂！你知道我刚怎么受伤了吗？红色的杂讯出现，它出现在我这边。但是我没看到一瞬间呢、啊，他是一瞬间直接扣我血，我根本来不及去。哦，他扣一瞬间出来，我就躲在柜子里面，怎么样？那就没动。你看，你跟他说，哎、欸，来了，然后我就很紧张，想要赶快去冲柜子，然后那 staff 刚好出现，真的是非常的，而且那 staff 很屌、欸，他一出现，他直接把我头转向，看我刚才一步，因为房间很暗。哦，
大概是有多少层？1000。来了。等我找不到柜子。我感觉是白色。我干。白色。我死。你死。对，我死。看你脸，我变完。A120。我死掉只有一个，我死掉的原因只有一种，就是我他妈找不到柜子。可恶！来了，忘记执照表吗？嘿、不行了，我会怕。可以再玩一遍吗？这个可以再玩一遍吗？哦，干你娘啊！